黄玲，你笑的样子要比板着个脸好看多了，继续保持，不许偷懒。什么？怎么会是他？有别了，孙荣。黄玲，我们。是你在扮猪吃老虎，暗中保护孙荣，但可惜这次他死定了。孙大小姐的魂魄撕裂了，但她明明还活着，和体温就一定能救回来的。别耍脾气了，逝去的生命是无法挽回的，她现在尚存一口气，只因我将时间停止了，一旦我将法术解开，孙大小姐就彻底完了。有没有别的办法？我宁愿用所有的灵力换回他的生命。别傻了，一般人怎么能承受住你的灵力？我能帮你把时间永远冻结，这样他就能维系仅存的气息。还是说你选择回道路？原本的世界里去。Thank you.
出现，我要将这个世界再次重启。